皇上都跳舞？冇错，张敬轩一连十一场嘅歌唱呢晚开锣。虽然今次系加长兼补长演出，不过轩仔重新调整歌单，一嚟就率领 dancers 跳唱啊！轩仔去年因为确诊而腰斩演唱会，呢晚再踏上舞台，心情都好复杂。我有一种精神分裂嘅感觉，因为唔知道而家系十二月咧，旧年嘅十二月咧，定系今年嘅六月。因为我哋呢几日翻嚟睇翻呢个舞台，睇翻所有嘅 set up， 就好似发咗一场梦咁样。而唯一唔同嘅就系呢一个演唱会，系我过去三年几四年以嚟第一个。可以見到大家嘅樣嘅演唱會。舊年嘅十二月二十六號係我當時最後一次企喺呢個台上面。咁啊，嗰晚翻屋企，我人生之中第一次體驗到有 BB 嘅感覺，驗咗兩條線出嚟。咁啊，咁當然啦，同有 BB 一樣啦，有人歡喜有人愁啦，係咪先？但我當時係。好失落嘅，好擔心啊！首先係我人生當中已經第二次喺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入邊要梅開二度開兩次啦。為咗加快康復速度，軒仔試過唔少方法，講翻都笑中有淚。咁我屋企咧就有位長輩，佢咧就喺醫生嗰度攞咗啲專門開俾長輩嗰啲 Covid 嘅特效藥。咁佢真係怕我死咧，定怕我咩？連續食咗兩日，對於我嚟講一啲用都冇，咁我就好放心啦，因為我唔屬於中老年人。我一路拖到去二月都未好翻，嗰啲咳一路咳咳咳，咁啊得高人教路啦，咁啊去咗筲箕灣一個好知名嘅老中醫嗰度去睇啦，食咗三劑藥，三隻圓隻嘅甲怪吞咗落去，刺身，所以。我好珍惜今晚喺台上面嘅每一分鐘，因為過去嘅呢半年嘅時間，的確喺我本人或者我身邊嘅屋企人喺佢哋嘅健康上面都發生咗好多好多嘅事情。昨日，故所以无感。